哎，没人吗？幺零，过来啊！啊，啥事啊？这么着急让过来？啊？咋了？出啥事了？啊，有事。我也惹着你了？不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坐下。咋了？啥事啊？爸爸，啊、你终于过来了！哎、我快想死你了。啊、给。啊，这什么？给你买的盲盒。咋了？干嘛干嘛呢？妈妈出去溜达了，出事了。什么事？很严重的事。什么事啊？啊？你瞧瞧。我想，我没惹你啊。没惹吗？嗯。妈，你去把你的信拿来。什么？啊？什么信？我不吃了，你别，我吃不下去。你老是，你说什么事就行了。嗯，看看吧，你把人给写的信。啥意思啊？嗯，留言条。嗯。妈妈，妈妈，我这几天我都很想你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好好的陪我睡觉啊？我每天都和姥姥睡，无聊死了。那和姥姥睡觉怎么还无聊死了？嗯，妈妈平常就陪我睡觉的时候都拍拍我。啊，无聊的原因在我只能写作业、看平板、出去溜达。对，出去玩。还能干什么？我希望能恢复到以前的生活状态下，也希望爸爸也能陪陪我。爱你们，么么哒。爱你们的女儿，啊，想我们好好陪陪你啊。嗯，妈妈每天都很晚很晚回来，等我睡着了，妈妈才回来。啊，所以说你就想让你。白天的时候我一起来，我一睁开眼，她就不见了。啊，呵呵。她就去找你。你吃醋了哈？嗯。那妈妈不给爸爸不也是为了工作吗？我昨天晚上回来是11点，这个算是早的。嗯、对呀、啊。这几天我们都是1、2点钟，孩子早就睡着了，上午就早早就出门了、嗯，晚上半夜、下半夜才回来，都见不着孩子的面儿，你知道吧？更不用说陪孩子了。你知道昨天晚上我看见这个字儿多难受啊！本来我是找个对象是干嘛的？是要多陪陪孩子的，多给孩子点父爱。现在呢？我都不在家了，这样我找这个老公还有什么意义啊？不能为了工作把什么都扔了，把家都扔了，孩子老人都不管了。也没说不管啊。有时间管吗？从我不上班了到现在，没有一天好好陪过孩子，陪过老人的，真的，整天忙叨叨的。那我们今天什么工作也不干，把手所有的活都先放一放，陪老人孩子怎么样？你也别难过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么努力的工作，为了什么呀？是不是有更多的时间陪家人和孩子呀？让家人和孩子得到更好的生活。我现在呢，比我上班的时候还忙，和孩子都见不上面儿。早晨没起来我就走了，都晚上睡着了才回来，整天瞎忙活，啥成绩也没看见，把家和孩子、老人都扔了，都撇一边了。其实咱这么努力工作，不也是为了给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吗？我没看见带来吗？我看见的只会让孩子更伤心、更难过。好，那今天什么工作都不干了，把手头的工作都放一放，然后领着老人、孩子，咱们出去去玩吧，行不行？好好陪陪他们，行不行？行。你想去哪玩？想去水上乐园。行，那这样就去。我看人家上水上乐园玩都穿泳衣，咱不用穿泳衣吗？穿呀。我没有啊。你没有不会去买呀、啊？你有没有泳衣啊？没有。我也没有。都没有。哎呦，那行，那再买3个呗。嗯。好不好？嗯。给妈妈买个比基尼，好不好？啊？妈妈穿比基尼，好不好？哼。我看行，买一个。
就行吧。行，只要能穿上去就行。能穿，能百分之一线能穿。行，这样是多少钱？试试。这个是50块钱。那个86。是86。你再给我找一个。你得用泳裤，没有泳衣。就穿个泳裤就行。行。要长腿的吧？行，给我找个质量好的，别一下水再跑了。我这个泳裤都是给你拿的，都是最好的，你放心。对，别说你那儿掉了再跑了，你再去找泳裤，你这可麻烦事儿了。能玩到几点啊？我们下班是9点，可以玩到9点。九点。到了。行，挺好。吃的饺啊，忘给你拿双拖鞋了。没事，我不露吧？不露，我这露啥？又不是比基尼。走，不露就好。露个后背没事。挺好了。好，来，我拉着你。我害怕。来了，加油耶！哎呀妈！笑着没有？刺激吧！咱能上那边滑那高的吗？敢不敢？不行，不敢。尝试一下嘛！你在这地方等着我，我先给你做个实验，你试试哈。行，妈呀，我可不敢！我天哪，这个太高了。这个真是真高，这是真高啊！哎呀妈呀，这是真高！哎呀！这么高吗？啊，可以下了。可以下了。对，可以试试。坐着下去。哎呀，下吧。下去。来吧，太刺激了！爽，太爽了！哎呀妈，玩吗？好玩。那胆儿快让我冲掉了！哎呀妈！哎呀妈呀！我不敢，我可不敢！吓着了！你看你，哎呀妈！哎呀妈！哎呀妈！